上回提到呢，我讲到惩教署的纲领2重新融入社会的这个纲领，而在重新融入社会的实质开支和原来预算呢，竟然2013至2014年度是跌了 2.9%， 即是拿了钱用不晒。那这个呢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来的。在惩教院所里面，为监狱计划下的在囚人士提供的心理辅导，我举一个实际的情况，心理辅导和福利服务误谈和探访次数呢是有所下跌，由过去一个年度的每年386,328宗呢，跌至呢是上年度的预计的384,810宗。我觉得呢，惩教署有需要交代点解对在囚人士咁重要的呢啲心理辅导和福利服务会是不增反减呢？是不是在囚人士的整体心理健康质素是提升，所以在预算上面可以减少呢一啲心理辅导和探访的次数呢？其实我所讲的呢类服务呢，是在纲领重新融入社会之下啦，是叫做呢更新事务处所负责呢的事务嚟的。其实很多立法会议员同事呢都很关心呢个课题。我举例，刘旺发议员呢，你提出的一题题目你自己唔知记唔记得啦，你就问到呢，在協助釋囚尋找工作方面有多少編制人員，有關的開支為何，在未來一年預計會為多少名釋囚尋找到工作呢？那我相信劉皇發議員都是希望透過即是黃國英議員說的那些 ABCDEFG， 即是其中一個渠道，就是我們在特別財委會去問問題，去得到答案，得到數字，從而檢視我們的資源運用是否得到成效。啊，點知得嚟嘅答覆呢，真係發叔佢都耍喎吓。佢話由於以上工作屬於懲教署更新事務處日常工作嘅一部分，因此我們並未準備有協助釋囚尋找工作方面嘅獨立編制人員以及開支數字。即係政府好興㗎，佢又冇分工好清晰，一條大數之後呢，根本你就睇唔到，你睇唔到嗰個成本效益，嗰個衡工量值，即係除非審計署係攞出嚟逐樣審佢呢，可能就都係唔係一定啊，可能會睇到一啲端倪。跟住下半題，預計未來一年啊會做多幾多呢，幫到幾多呢咁樣。佢嘅答覆係，由於被判入懲教院所嘅在囚人士數目同埋刑期由法庭決定，阿媽是女人，當然是法庭決定，每年釋放的在囚人士數目亦都可能出現相當的差異。我現在問你數，你自己計出來嘛，現在你說入來的人又不知多少，坐多久不知多少，出去又不知多少，情況會有很大差異。加上每名更新人士的個人背景、工作選擇和尋找工作的需要不同，亦會因應社會及經濟環境等因素再有所改變。因此呢，署方是未能估計尋找工作的更新人數數目，然而呢，懲教署定會為每一個有需要的個案致力提供協助。請問滿不滿意呢這個答覆？各位議員同事，是不是問了、答了就代表是已經交代了，我們是會很滿意呢？其實我剛才提出這點呢，亦都有人質疑過懲教署是做數的。懲教署呢宣稱釋囚的成功就業率呢是高達90%，但是社區組織協會表示呢，釋囚的成功就業率呢是少於50%。懲教署其實是怎樣得出有關的數字呢？根據該署後來的答覆就說，原來成年囚犯在接受職訓之後，經過半年自願跟進服務的更新人士就有超過80%的就業率，意即呢不是所有啊，不是所有的釋囚，而在懲教署所定的範圍之內並經過半年自願跟進服務的更新人士呢，其就業率呢亦是超過80%。
但是懲教署就對外宣稱釋囚的成功就業率高達九成，難怪與那個現實情況不同，與民間組織所得來的數字也不相同。由此可見，懲教署負責這方面的工作，首先是誇大本身的工作成效，另一方面就是逃避問責。當我們議員問到一些數字的時候，就用一些行貨的答案來堆砌。講到這個課題，其實我們過去都舉過很多例子，例如有囚犯被虐待，甚或只是在囚時間是身亡。要舉的例子是很多，當然我亦不會在這裡一一敘述，我講一單新鮮滾熱辣的，就是四月頭發生，二級懲教助理涉嫌在更新中心襲擊一名未滿21歲的男犯人，有處長級高層發現他不當使用暴力，將案件轉交警方處理，他而向警方訛稱犯人出手在先，因而被控普通襲擊和企圖誤導警員共兩罪，現在是審緊，我不是評論，我是提出。我時常說這一種叫做冰山現象，即是我們見到捉到港島的呢，一宗可能背後呢有十宗有一百宗。點解呢？即係大家會知道，就好多時呢其他旁邊嘅目擊者呢係未必敢去出嚟做證嘅。好多投訴個案都涉及多位懲教人員或者一至兩位懲教人員處理一個囚犯，有時雖然有旁人在場，但是因為旁邊的人呢，當然部分那些是囚友啦，最後是拒絕作供或者提供證據，導致被虐打或者不當對待的囚犯呢，難以有第三者的證供是作出支持。所以這一點我們希望呢，香港的懲教服務呢是一路提升，不要有再有些監獄風雲啊，這個黑獄斷腸歌啊，這些呢在我們香港那裡發生。而議會對懲教署的監察能力呢當然是很低的，大家知道我們譬如去探這個赤柱監獄，當然我們不會看到一些怎樣負面或者所謂的黑暗面的事件。我們都留意到呢，今年度的資料有兩間懲教院所的收容率是接近飽和，當中包括收容青少年男性的哥連臣角懲教所，以及處理呢是女性戒毒個案的麗固懲教所。其中哥連臣角懲教所所收容率呢，由2011年的 83% 是到2012年的 85.9%， 再增至2013年的 92.9%， 看到呢這些數字是年年上升，收容額呢去已經超過了九成，是接近飽和。現在全港共有兩間是青年教導所，即是哥連臣角懲教所和麗敬懲教所，負責分工收容男性和女性的青少年的。面對收容數字年年增加的情況，政府其實應該考慮擴建這個懲教所，增加宿位的數量，應付未來不可預計的收容量。因為當人太擠迫的時候，除了人擠迫容易產生衝突之外，對於一些在懲教署工作的同事來說，他們的工作壓力也都會越來越大，也都我們剛才說那些不禮貌對待甚或只是不恰當對待虐待，都可能是因為工作壓力而是導致的結果，一個惡性的循環。至於我提到的女性戒毒個案那個麗固懲教所呢，收容率亦是由2011年的 90.6%去到2012年是回落了 83.6%， 再回復到2013年的 90.3%， 這個數字都是 我所指的是一個超高水平，超過九成。現在全港有三間戒毒所，分別是收容成年男性的喜靈州戒毒所、青少年男性的麗新懲教所和女性的麗固懲教所，而他們普遍呢那個收容率呢又不是好像剛才我說的那麼高，即是其中喜靈州的戒毒所收容數字維持在六至七成，大約是11年的 61%、12年的 69.3% 和13年的 69.7%。 由此可見，若然女性戒毒所的數字仍然維持在高水平，政府有需要考慮
是否要仿照男性戒毒所一樣，將女性戒毒所一分為二，分開收容成年女性和青少年女性。最後我都會要提出兩個問題，我記得有一個我去年都是提出過，就是關於單獨囚禁的問題。單獨囚禁這個叫隔離囚禁，一直都是被人詬病的處理方式，亦都很多人權組織、社會監察組織都曾經提及的。單獨囚禁其實只是什麼呢？就是將犯人囚禁於一個很小的室裏面，每日24小時只有一個鐘是出外運動。研究指出，如果犯人獨自囚禁10日，身心將會受到影響。懲教署回應的時候指出，隔離囚禁是合法合理，是根據監獄規則賦予的權力，獨囚個別犯人以維持監獄的秩序，所以現行的監獄規則是由英國殖民地沿用至今，其實都是有些落後過時，是很久沒有檢討。獨囚在文明社會被認為是一個精神虐待。至於犯人在香港監獄竟然會有一些情況是獨囚超過100日，明顯是違反人權公約。我認識一些是更生人士，曾經試過獨囚，他們說回那個體驗是非常之恐怖，甚至出現幻聽，即好像自己跟自己說話，或者真的有人跟他說話，他都不知道那個是否人來的，就問是否真的有人啊，即這個對於他們來說是一個精神虐待。我覺得是無必要是進行這樣獨囚隔離囚禁的安排，那麼除非是他自己有一些很特別的情況、特殊的情況需要，我們都去過赤柱監獄看，說一些名人他不想被其他人騷擾，所以就要求單獨囚禁。最後我雖然就是指出要削減懲教署的全年開支，但在這裡我先聲明懲教署有一些的開支呢，其實是一個進步的做法。我是要特別提出的，就是今年在總目30，在我們這個總目預算裏面第131頁，它裏面提到的非經營帳目裏面第862、863、864和883這四個項目，其實呢都是購置低輻射性的 X 光身體掃描器。這四副包括會在羅湖的懲教所、大欖的女懲教所、碧屋懲教所、喜靈州的戒毒所醫院會是裝置這個 X 光系統的數碼 X 光器、掃描器。其實之前上一個財政年度我們都政府提出第一次就是在荔枝角的收押所那裡引入這個機器。這個其實是一個德政來的，對於懲教所雖然它的開支其實個數額呢都不是十分之巨大，我想指出就是因為以前呢所謂用的手探啦，是非常之不文明，同埋有一個羞辱囚犯的作用喺度。咁懲教所能夠引入呢一啲 X 光身體掃描器呢係好事。但我知道呢上一次我跟進返荔枝角收押所呢，佢嗰個 X 光身體掃描器呢即係有時候壞咗㗎。咁壞咗嘅時候呢可能都要回復返用呢個搜索嘅形式。咁我希望即係政府要有足夠的資源去保養維修這些器材，如果萬一在其中這些收押所這些儀器壞了呢，就應該可以給囚友是選擇可能是去另一些收押所是接受這個檢查，而不要再用傳統那種方式是羞辱一些囚友。本人謹此陳辭。